你现在为苦，激烈引申恶趣无量大苦因故，故应自念，我就遇此而自修此啊，立防莫嗔。那么进一步呢，观察这个有尽，就是嗔这个有这个嗔啊，谁有啊？他来伤害或者怨害，我有这个嗔啊。你观察了这一点，不管是从他之字啊，你都不应该嗔。下面解释说，他来冤害你呀，去发生嗔恚呀，这个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对这个苦不能忍受，如果你这样而要发嗔的话，实在啊不合理。的的确确的，我们所以要发嗔的原因，因为他来伤害我们不能忍受，对不对？这个道理千真万确的。如果是这个道理这样的话，你就观察一下的话，那我们绝对不应该嗔。下面说，你不能忍现在的一点点小苦，是吧？我是吧？这样啊，不能忍受。结果呢，这一点点小苦你不能忍受，然后呢，你发脾气，发一念的嗔心的话，结果啊，引申恶趣无量大苦。呵呵，你这样想到的话，会不会做啊？还是绝对不会做啦。故应自念呐、啊，说哎呀，我这个人真是愚痴到极点呐、啊！不但是愚痴，而且羞耻啊！哎呀，真是见不得人呐、啊！人家说起来，你这个是大笨蛋啊！我自己还不服气，自己干啥？我真是个大笨蛋啊！那时候你会怎么样啊？我相信你们真的了解了以后啊，大家都会一样，这两个眼睛呐、啊，不刚开始长在这里，学了佛法长在头顶。等到你真正了解了佛法以后，那你那个眼睛跑到那里去了，哎，见不得人啊，原来我这么个差呀，哎，羞耻，千真万确的。你还会嗔吗？当然不会嗔了，当然不会嗔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会发嗔的原因是因为不能忍这个苦。结果你发了嗔的呢，结果啊，造将来无边大苦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常常说的天贪眼前一点小利啊，是亏了大本。这个做生意人目的是干什么？要赚钱。结果啊，他贪的小利啊，亏了大本，却做这种生意，这个生意人是大鱼吃蛋。现在这个不是别人，就是我自己啊。那是想到这里了解了这个，哦，这羞耻啊，不可以不可以。所以啊，努力去防，不应该发脾气，不应该发脾气。昨天晚上啊，我们讲温习这个了凡四训的时候啊，讲到下面第一个要慈喏、在这里，所以你们不妨回过头去看看了，为什么我要让你们温习的真正原因在这里啊？你不要看它的浅近哦，啊，他是提出来那个问题本身，却有它的价值。这地方我们更应该进一步说，道理是一个，用浅的地方下死，深一点重死，最后上死，就看你怎么引申法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真正要学的时候啊，第一也应该要发此心。然后呢，那有什么好处啊？此心一起啊，这个慢心就消失掉了，然后那个烦恼就消失掉了，你那个是如理观察等等，然后呢，你这个知见呢，不知不觉当中啊，一直在邪见当中，哎，现在那个邪见就拿掉了啊。这个是其他的，现在我们还是顺着原文说下去。如云，于现在唯苦我牵不能忍，胡不破嗔恚地狱总苦因啊。这既然这样，你眼前的小小的苦都不能忍耐的话，你就应该努力破掉那个大苦的地狱因啊。这个很明白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么一点的小苦你忍受不住，那个时候啊，真正的有确信的丈夫子是我不能忍受啊。然后呢，从这个地方引申，我一定要破那个大苦的因。所以叫人无远虑啊，是必有近忧。你应该看远大的地方，从这地方不管眼前什么任何一件事情啊，你就不会眼前那个境界上面转，
反过来，眼前那个境界正是触发你如理思维观察这个力量都来了。这点了解不了解啊？至于说怎么样把眼前那个境界触发你如理思维的，留在下面这个第一次发任或者是四次发任当中解释啊。那真好啊，我们继续下去。其冤所生苦，是我说是恶业之果，又受此果尽说恶业。若能堪忍不造心恶，正长度佛，他是不顾自发衰退，为尽我罪而行怨害，故与怨害因是其恩。哎，来来来了，那就这个话啊。他这个冤所生的苦是什么？由于我所生恶业的果呀，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伤害了我的话，我把以前的所恶业啊，把它啊还清楚了。嗯，好啊，还清楚了，无债一身轻啊。而且不但如此啊，你如果能够在中这地方从此切断这个恶法，能够堪忍不少心恶的话，还增长度佛，哦，好极了，太好太好了。这是我自己方面，就是对方呢，他呀不顾自发衰退，他不了解或者了解了做不到，他这样就发脾气，他这样的发脾气嗔恚的话，在发上面再衰退吧。他是衰退，而对我呢，尽了我以前的罪，是吧？他尽了我以前的罪，而且呢，增长我很多的福。在这种状态当中，他这个冤害啊，我们呢不但见不到冤害啊，还见到他对我们的种种的恩呢，对不对？这么个好法，所以啊，你会不但欢喜啊，而且会感激啊。你简直找不到一点点可称的地方啊，懂不懂？你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啊，这个是对生忍哦，对发忍等等啊。他下面告诉我们，比如说我们身体上面受了病啊，或者遭了什么的，他也同样的理由去观察啊，真好。如本身论云，若有不是自发塞，未尽我恶而行损，我若遇此不堪忍啊，忘恩何有不于此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就这个啊。他呀不思维不了解啊，对他自己呀 啊发衰啊，现在呢尽我的恶来行那个损了。这个地方啊，我假定是不能忍还忘恩不了解的话，那这个忘恩啊，那没有比这个更厉害了。若众人云，许为尽邪道主不善一股，害他奋遭苦如反侠其中，如为医重病当忍针灸等方便，为灭大苦而忍小苦最为因理。那么若众人也这么说，这样的做人家来伤害我，这是什么？我如理了解了以后啊，许就是啊接受的啊，实际上也是这样的状态。这个是啊，清净我，尽除我往邪所造不善的种种恶业之果啊。现在呢，我对这一点呢、啊、不能了解，不能忍受，还反过来继续说发脾气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不但不尽，还要下这个将来苦因之种感将来的苦果，这个不合理的，这个不合理的。这个就像现在我们有重病，重病去看医生的时候，那个医生一定在我们身上啊针灸啊吃药，这种小苦啊要忍受，忍受了这个小苦啊，那个病的大病就消失掉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就那个忍住啊是最好不过的，是最为因理啊。所以现在我们呢是不能忍啊，是在颠倒，
作为一个世间人是理所当然，他本来在颠倒当中，现在修学佛法的人还在那里谈这个道理的话啊，那实在是啊太没有法起啊。嗯，观察所依不应成者。那么最后一段啊，一观能害因皆有故无故。那么他这个观察那个有境，就是这个人呐、啊，以什么原因而伤害呢？啊，这个我们进一步去观察的，也不应该成，也找不到发脾气的原因。说你观察能害的因，以及这个有没有过失啊？你不管哪一个去观察，都不应该。下面就是啊，来观察如因，他起于我身。为因于谁称，如人行大仓，痛苦不耐住，爱盲我这词，甚痴而称谁。他这个有境就是这个人啊，这个人所依的啊，那么什么呢？他气，换句话说，这个称所依的气，就换句话说，这个气的话就是什么呢？啊，比如说我这个茶杯装着水，现在呢他这个人仗的这个嗔烦恼，就同样的道理啊，是啊。换句话说，他那个嗔是一的，就他，换句话说，他的身体跟我的身体，在这个里面呢，到底应该对谁去发脾气啊？要晓得这个东西啊是什么？虽然是这个形状像人了、啊，是这样的大疮。为什么说大疮啊？往些无始的惑业所感得的东西啊。这个东西的的确是个大伤啊，我们现在治疗它呀。这个恶业所感觉的痛苦不耐挫，因为它是恶业所感觉的嘛，所以的的确确 你耐不住，挡不住任何啊。我对这个东西不认识啊，因为呢瞎了眼啊，是无明啊，所以啊为无明所使的爱字啊，唉，颠倒无比啊。现在呢人家来损害这个东西，你有什么好发脾气的啊？是的确嘛。有因又有余因，余行害又因余而称，其中谁无故，谁是有故在。那么前面那个干能害的因啊，其次呢关有故无故，或者是有余的伤害来伤害你，或者又因为愚痴而嗔恚，换句话说，来伤害你这个叫愚而伤害你，你呢，我呢，因为他被他伤害而发嗔，这个里边到底是哪个有故，哪一个无故啊？不经过前面的分析，我们不知道。分析了一下，实在是一团糟，就是这样。平常我们一切状态当中都是这样，哎呀，吵吵闹闹，争争论论啦，大家都觉得啊你有道理，实际上呢。哪一个人有道理啊？实在找不到，实在找不到。想到这样的话，真是觉得可笑，大笑三声。再不然的话呢，眼睛跑到那下面去，我又见不得人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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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快努力修学佛法。那个称是一点找不到。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能够平常这样去想的话，你心里真觉得快乐啊，还真高兴啊。那个境界，对方那个人跑得来伤害你的话，来来来了啊，真是我的大善之身，佛告诉我很多道理啊，尽管告诉我了，没有这个境界不能成就我的忍辱哟，还不能成佛啊。所以你真正了解了这个道理啊，的的确确菩萨他不会待在极乐世界的原因就是这个，是吧？待在极乐世界的话，你老停在那个地方，你没办法圆满你的忍辱不如弥多，你没办法还那个债啊。哎，现在是一样，努力学好了跑到这地方来的，对着这个境界行了。所以现在又常常有很多人来问我啊，他总觉得哎呀到了极乐世界还要回来吗？啊，他总觉得不要回来才好啊。现在你们慢慢的了解吧，不是不要回来，要回来的，真正重要的到了极乐世界把这个道理啊真正学好了，然后到那时候叫留都留不住啊。这个千真万确，你眼看着人家在赚大钱，你停在那个地方一点进步都没有，他们得到这么大的快乐，你在这个地方呢他们是小小的快乐，你当然不愿意做嘛。啊，所以啊这个法
现在虽然还没有讲到，下面又说地刹发人了，前面记得吧，发思圣解，没有这个正确的认识，不胜欲乐，就从这地方来了。我们现在对这个发了解了以后啊，哎呀真欢喜啊，啊，现在这个欢喜听闻相应的，然后呢你多去思维观察，境界掀起的时候啊，你这个感受就来了，那个时候才是说啊，原来这个法这样好啊，嗯，你就跟法相应了。这下面的话现在我们解释下去。二观自属受，若诸圣闻唯行自理不忍而称那千不因理，何况我众初发心时，是为利乐一切有情，就利他行摄受一切有情，就利他行摄受一切诸有情，在如是思维发堪忍行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呢自己属受的看看，说我们现在是要做的什么利他菩萨，就是声闻单单之忙自利啊，他都啊要忍了、啊，他不能称了啊，是一教经上面的、啊，譬如清冷云中啊，霹雳奇虎啊，飞书阴也，对吧？这个白衣啊，尚且不可以，胡晃你这个错家人了、啊。所以说，就声闻行者这观自理尚且不可以，胡晃我一出发心，发了心才跑得来做这个事情啊。发什么心啊？是为利乐一切有情啊，要修利他行啊，那就摄受一切有情啊。既然是要摄受一切有情的话，你会发脾气吗？像前面所说的，你是医生哎，你要医那些为烦恼所死的众生啊，是这样。所以我以前听过这么一个公案，现在想起来真美啊。有的时候你可以啊当做医生这么的想，医那个发了神经病的病人，或者有的时候啊你不妨啊看那个狗啊，然后呢那个狗啊呱啦呱啦咬你的时候，请问你是趴在地上跟那个狗对咬啊，还是怎么办呢？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趴下就跟他对咬的吧，因为我们是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是菩萨，比起他来还要高万倍啊，居然你趴在这个地上跟他对咬，那实在是意识到极点了，你心一点找不到了，那千真万确的事实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现在下面说不度啊，云佛教佛圣教者为不作恶，略有冤害不堪修人，即便骂为此中根本破坏圣教，由此即是自舍利益。嗯，看看佛的圣教，佛告诉我们的基本什么，不要作恶，任何坏事情不可以。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冤害，你就没办法忍受，就在那儿啊小的是破口大骂，大的嘛乃至于啊打架等等，这种根本上面就破坏掉了。这些情况之下，第一个已经破坏，第二个啊你自舍律尼，你现在说是菩萨界，是比丘界，不要说是，那就是居士界，那就是三皈依，那根本就错掉了，圣教根本就是破坏啊。所以总圣教非我等有，自舍利益是灭自在啊。所以总个的圣教这不是单单我有，但是对不起，你自己这样去做，能从你应该做的事情上面退缩的话，你是自己啊损害你，消灭你自己。这个消灭什么？消灭我自己的法身慧命，怎么可以啊？这个身体本身就是恶业所感得的啊，你也莫苦奈何，趁这个恶业所感得的身体在了解了佛法，在这个上面增长自己的法身慧命，怎么可以啊保护这个恶业所感得的人而损害这个法身，就不可以。这是我们呢应该了解的。有云：如翻案牛复尾而跳，案反皆退；如缓秋落，使得案落。若于冤害而不缓下，其为对殿，反见不安。这个说从牛背上面跳下来，那个西藏人平常啊，通常都是啊摸这个羊明珠啊，平常都是这样
这个因为我啊也不会骑牛也不会骑马，究竟怎么样不知道，不晓得下来的时候啊，通常看见了保证那个后面那个这个叫丘啊，这个马身上不是一个鞍嘛，这个马鞍就是我们骑的，它前面绑着的，绑在那个步子里边或者牛爷上，后面绑着的，绑在那个屁股后面。我们下来的时候啊，手按着这个，一个手抓住那个鞍的前面一个把，马的话一定，牛的话不一定啊。然后呢，后面呢绑着这个，绑着屁股上的那个，慢慢的下来，所以就缓丘落，这样的话好。如果你急急忙忙蹦一下跳下来的话，对不起，啊，这个会啊反而伤害你。那么这个是说什么呀？是说对怨害来的时候啊，你要这样心平气和的来，不要急急忙忙的反应。实际上，这个祖师就告诉我们的，平常我们修行的经验啊，修行的经验是刚开始的时候的确你做不到的，但是呢，你只要能够不匆忙的立刻反应，你慢一点来的话，哎，行了，行了。我想我们人人都有这个体验的，不要说修修佛法，就世间人，如果说这个境界现起的时候，你能够啊稍微停一下的话，这个火气就减他三分，说不定过了两天那个火气就没有了啊。只如果我那边修修佛法的人，你能够这样做的话，这决定一点火气都找不到，不但火气找不到，你还快乐还感激了，这是我们必要知道的。所以眼前第一件事情，当境界现起的时候，你不要立刻冲动的对这个境界反应，那个时候啊，最好的一件事情呢，把法力马上提起来。当然真正最好的是事前你一直在思维这个法力，然后境界现前的时候啊，正在如法的这个思维的现行当中，你就派上用场，就不会被这个境界而转去。尤其是在嗔境界上面，因为这个嗔这个损害之严重的太厉害太厉害。下面啊，第二礼应悲悯啊，这个是这一库当中的两条。第一个啊是不应嗔啊，现在我们能够了，不但不嗔了，而且还应该悲悯。这个道理前面已经说过了，所以这里念一下文就可以。为当自心作事思维啊，一切有情无事生死啊，吾未为我做父母等亲所友善，又是无常命说分离，常为善苦之书变恼，为烦恼母之书狂冒，灭坏自己现后利益，我当爱民何可称慧解报冤害。前面刚才说的是，这是说思维的放射啊，现在你把那个思维的放射运用在进一步怎么了，自心思维啊，说你发了菩提心，你发的菩提心怎么个发法，想起来没错啊，从无事生死以来啊，没有一个人没有做过父母的，找不到一个人不是我亲友的啊，这样的人大家在这个轮回当中啊，为种种烦恼引生种种的三苦，而且还在无常迅速当中短短的生命啊，你看看生命没有短促啊，然后呢又受种种的苦，然后呢这个苦的境界不知道还被这个烦恼魔啊所转，都是在那个狂乱当中，在这样的狂乱当中啊，他们都是什么损害自己的眼前利益以后利益。我现在是学佛的人，发菩提心的人，要救济他的人啊，应该什么哀悯啊，怎么可以嗔恚啊，乃至于由嗔恚而反报啊。啊，如果说我们真正能够这样的如理思维，不要说自心，你稍微如理思事的话，眼前呢我们这种问题都没有了啊。以前我们常常说，你如理思维，眼前问题都没有了，一层比一层深啊。以前那个思维比现在的思维，你们能不能比较得出来，现在更深一层，对不对？而现在这个深一层的
一定还在前面那个基础上面。前面叫什么？业感缘起的这个道理。那它还是从这个上面，不过前面解释的比较浅，越到后面解释的越深。所以道理是同一个。当你浅的地方慢慢慢的修学了，你的能力增强了，障碍减少了，那个深的才慢慢的可以。反过来说，你如果浅的地方不做的话，对不起，浅的都不做或者不懂，你能够深的懂吗？如果浅的地方懂了不做，你就能够做深了吗？当然，所以我们现在啊，我自己感觉到不必先说我是大乘，不必先说我是小，不是，不管大乘小乘，这个先不必说啊，不必说我要救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不必说我要弘法，看看这个法在我们自己身上面产生了什么效果，对治了什么烦恼，这些都是非常眼前的。你看，随时随地俯拾皆是，早晨一张开眼睛来，一天天板身，你是不是觉得蹦就坐起来，是这样？还是说你趴在那里，哎呀，今天还等一下，等到你起来了以后，那跑到那个佛堂里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哎呀又在那里要做那个事情？还是你一心恭敬的这样跑到斋堂里的时候，乃至于眼前很多不理想的事情，人家对你不起，或者你自己身体不舒服，你是用什么方式去对待他的？你在这地方一观察，问题解决了，你能够从这地方的小的地方的慢慢的开始，那时你才谈得到说你渐渐的对佛法一定认识，有一点了解，自己啊能够把握住这个问题啊，解决自己，然后你到那时候去帮忙别人的时候，为时不晚，而且是真正有效。这是我深深的感受，要不然的话讲了半天了，是越缠了是越简。就刚才说的，我就想，哎呀，大家讲很多道理，不讲道理嘛，反是一个凡夫啊，大家就是容忍也就算了。那就讲了个道理以后啊，看看呐、啊，每一个人都是面目苦撑。你看我果然是面目苦撑，我看你是更面目苦撑，那就害了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下去。前面是乐苦之间，现在下面呢，利等三，这已经说过了。普智般若张利等三作回等三，它也分两部分，普智般若张欲等。普出般人作毁等，初中分三，是为欲等无功德自理，第二是为有故色自理，三故于普次应当欢喜。嘿，妙了，不但是能够忍受，而且啊还反而欢喜了，的的确确啊妙不可言。若他赞我称我称欲，全无宪法颜色无病等皆无后世或获得等而种理也，古被失坏，若不喜者，则无无用，杀我千腿鱼同替阔欲我尽之等乎有意啊，是应之何之而不贪着。我们前面所以不能忍的原因为什么？因为啊他来讥笑我，他来毁谤我，这样反过来呢，我是要的什么？要的是他来称赞我啊，我得到美好的名声。这现在你看看呢，他称赞你啊，然后呢你有好的这个声誉，当面的捧你赞叹你，有没有什么用场啊？这些东西能不能使得你现在啊是消灾延寿，没有病，乃至于现在得到利益，还有后世有没有一点用场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他跟你赞叹了几句，你肚子不会饱；赞叹了几句，你病不会饱；赞叹了几句，你寿不会长。